我跟你讲这个，哎，红润活了，红润活过来了。这个谁啊？这先知谁啊？渣！我的谢谢，我谢喽，谢喽。你让我开门，我刚想要勾他了，看白银，他的手速比我还要快哎。补了给我吧，跑来跑去啊，来跑来跑去。莫林沉默，莫林沉默不语。你想要去个地方嘛，姐妹？你想要去个地方嘛？这里好了。哦哟，这个。可是你敢下来，我们就骂死。不要给你玩了，我还有魔术棒。哦、oh, ，Let's go！ 那个雕刻家有那个雕像，哦、oh.。你知道刚怎样吗？我就是那个咒术师被雕刻家追，然后差点死掉。就是那个两个雕像合在一起，然后差点就是要撞到那个咒术师，直接死掉。可是我就勾，我奇迹勾哦，谢谢，我是超辅助的，我是真辅助位。嗯，耶耶。我还有一点点鞭子，还一点点电力。啊，小到底哦，呜、哦、那什么尖叫的声？到底为什么你们要去守一个人？到底为什么你要去守他呀？小门都还没有开。加油！我继续开门。门要开好了，门开好了，小门也开了，小门开了。大门小门都开了。要撞吗？要？并没有 ，OK。都是我开的。这个咒术师，这个咒术师怎样？要飞了吗？哇靠！这个哦呦，我前面有点危险。哎呦，好可怜哦，真的，真的好可怜啊！